CP 的表演，哎，对，像极了爱情，对不对？像极了爱情，那这个直接就来了啊！我们今天有示范组，因为要整个那个最浓情蜜意的一组要作为示范组。对，今天是有示范组。哦，那你们就赶快来，先不要先不要，大家已经看腻了，而且这个根本不好看。倩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好套好了，真的，我帮你真的找了一个。我来示范，对对对，你是我们敬重的大哥。啊，我有荧幕情侣，有啦，有的啊，你一直挂在嘴边的，我们今天把他请来了，舒淇怎么愿意来呢？啊，你怎么你又破梗了啦？你这样破梗，你要打一个 surprise 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而且，哎呀，我打那个电话真的有用，真的有用，有没有用？我跟你讲，你先让你心痒痒，等一下你要先跟舒淇干嘛？有任务，有任务，你先跟他在这台摩托车，有没有？有没有？骑摩托车，摩托车坐在上面，他在前面呢，然后你在后面，你在后面，哇，环抱，对你环抱他，对对对，后面。比如说我是舒淇嘛，然后。你就这样子，环抱他，对，然后靠越近越好，然后一起唱歌，哎，靠越近越好。哦，真的吗？哦耶，哦耶，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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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哥，大哥，来来来，这只是第一关，第一关，舒淇呢？这边请，这边请，来来，不是吧？接下来干嘛？有人进去之后，一起洗澡澡，一起洗澡，洗澡澡，一起在里面蹦蹦，对，真的真的，来蹦掉，来蹦掉，干嘛？什么蹦掉？来个蹦蹦，来个蹦蹦。不行，这样会观众没有交代。那我可以脱吗？衣服？可以。OK， 如果你太热的话，没有问题。你要脱，把它脱掉。脱。等一下，再来。这个床该不会？没有错，没有错。Oh my god！ 没错。倩哥，这个床就是你多好。话说了，就是几百点后，几百点后，一百就好。哈，摆上去就。真的吗？不要说我们服不周到，给吸在床底下。啊，真的吗？棉被打开，我拿出来。拿出来，你只要把它套起来就可以了。哈。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哦，真的没有错，没有套好，要一定要，他真的出起来，这一次绝对是万无一失，保证万无一失，保证万无一失嘛，太棒了，太棒了，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荧幕情侣示范组舒淇来喽，荧幕情侣，怎么这么重？我注意到你，快点啦！快点，赶快完成啦！要不然还要再来一次。输了。
等一下哦，等一下，哎，来，等到这一家，这个是你们的定情信物，要打动，等一下哦，少伟，你们的感情就是这个气球在升温，你有这种好东西，为什么会变这样？不是我主导吗？是是是，你有那么急吗？要赶快完成，急什么？要赶快完成，好主动哦，我很少看到宪哥这么主动，你刚刚干嘛在那边那么用力？还叫你转过来，很痛，你知道吗？夫老妻在吵架，看你们斗嘴，不是你们俩怎么不讲好是舒淇嘛？对啊，不是，人家明明的就说什么是刘福柱啊，不是刘德华，刘什么对？你怎么会是你呢？你今天表现得很内向，你的偶像凯伟在这里，你就整个不行。你的偶像在这里哦，凯伟，凯伟问你问你一句话，你简单回答宪哥就好。是。你会不会唱那个韩熙会爱讲韩熙？我不会。你不会？不会不会。这个时候倒是吹了。不会啦，我们哪有什么荧幕情侣？怎么可能？这句话是我要讲吧？我不是怕人家讲，我是怕品味的问题呀。我也品味很好，怎么会是你呢？怎么啦？我们有什么事情？我刚刚以为是制作单位有安排我的。哦，梦中情人啊！哎，秀清姐真的很爱他。哦，真的。哎，可是秀清姐，你不要忘记，你今天是遇到 Darren， 遇到 Darren 之前，你跟我们那个这蕊了300个你跟宪哥的爱情故事。对啊，你现在一概否认。你现在一概否认，是因为刚刚他撞他的太大力。你倒是说说看，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宪哥，我跟你讲，在你们家，我说我说，当年我们两个呢，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以为我在暗恋他。哦。戴琳娜 one on， 你知道以前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呢，他有一次去主持那个校园演唱会，然后呢他就主动，哎，你这什么表情？你还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不记得，忘记了。对啊，这种事情谁愿意记得啊？然后呢，他就主动说：“哎，秀清，你有开车吗？”我说：“没有，我坐计程车。”啊，没关系，那我送你一程，就这样。我那时候才20，你才壮实年华。哎呦，辣翻了！你还在那边假装。我载你的原因只有一个，什么？我们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对啊，没错，没了。所以你就借，你就假借名义啊，然后就要载我啊，一路从嘉义载到屏东。对啊，是啊，这么远。送这么远，送点啊！他就说：“哎，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说：“我没有交过男朋友。”啊，哦，真的哈？你当时还是没交过啊？对。然后那时候宪哥呢，就好意就说：“那我就送你回家。”对对对对，刚好呢，我说：“可是我们家在屏东很远。”说：“没关系，坐着聊了，没关系，因为呢，因为呢，我你要你要刚好你要米粉还是面？我要不要加卤蛋？”他说：“好，那没关系，我刚好呢，明天呢在屏东的哪里啊，我要主持一个校园的演唱会啊，我就。”想没想那么多，那时候他越在一个，因为我路不熟嘛，我是路痴嘛，我就说，哎，宪哥怎么越来越偏僻呀？哎呦，好好，然后真的是甘蔗园偏僻的地方啊！哇，哦，那边还有甘蔗园，是吗？哇塞，你都忘记了，明显了嘞，我的第一次，你竟然忘了？你把我给空了，拜托我，我说我第一次让你载我。宪哥心虚的太快，所以这当时是20岁嘛，大家有没有看到？双十年，岁月很容易改变一个人，有没有？我说实话，其实哈，我知道，虽然后来事后我整个变了样，已经不再是你的菜，后来变成你的肉，你就每次录影你就爱理不理的，好真心，所以你伤了我小小的心啊，人家都走心了。那有一天我要不。就是我嫁第二次的时候，你终于嫁第二次，嫁第二次，对，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对，那时候我好感动哦，而且他都没有预警的就来了呢，给我一个 surprise， 而且送了一条 Hermes 的围巾，对，橘色的，好橘哦，我到现在都没有围过呢，好橘，没有啦，是一个心意而已嘛，对不对？祝福你第二次啦，也说就是不要再那个了，他到现在很幸福啦。对不对？对了，啊，你米来，不然吃吃来走。好啊，阿爸加多两毛。哎，无啦，啊，你来莫弄。啊，对，我拜托诶。阿西，以后我你讲，阿西，我你讲，你讲者，以后诶，喂，诶，哦，诶。
正正的，有内，是不是很正？对不对？现在科技真的不得了。你恭喜过我，这个连修都没修，好不好？这个没有修，这个是直接用哈哈镜拍下来。大哥，你要撑着。闹了啦，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呢，其实我跟宪哥，我们真的是青梅竹马，不认多啦，只是呢，因为没有缘分，但是我希望下辈子如果可以的话，作为夫妻再续前缘。你到下辈子还不放过我？开什么心？好啦，我要跟你们两个蛮搭的，好了，恭喜恭喜啊！这个阿喜为什么叫阿喜呢？唱片叫阿喜，我跟你讲啊，阿喜呢是我小时候的小名，那我觉得叫阿喜呀，好奇怪呢。我阿嬷呢，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带给大家欢乐的人，我从小就是我们家的开心果，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也带给很多我们的观众很多的欢乐，你不觉得我们就是爱秀亲戚？你不觉得每个人每次看到我就是一个欢喜，对，很开心，就是开心。今天我们所有人看见你来啊，都担心啊，没有办法在12点收工。好，来，所以呢，我就还跳一下，自己跳，我就呢，想到一个 idea， 对啊，为什么我不能叫阿喜呢？对，因为对，就把这名字用上来。对，所以这张专辑我请我们的张燕青大师帮我特别量身定做写的这一首阿喜，因为希望呢这首歌呢，它是在鼓励很多人，即使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带着一颗欢喜的心，是是是，即使开心也过，难过也过，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今天脚受伤，已经挡胸，已经挡胸啊，我一定要来看你到底你是搞我安怎用的，我拄啊拢袂赴人看。回家看，回家。来，记得阿弟，简单解决，轻松。我跟你讲，那个气球真的太硬了。你真的很抽残呢。是是。哎，但是等一下，可能你们会再有更挡胸出黑，因为你们刚刚没有完成任务啊。没有，等一下一整靠在一起，你们算是挑战到下一集。来来来。什么？我靠到下一集。什么啦？进来，靠靠，进靠。你们要靠在一起，对对对。阿的起都起啊，进靠。对对对。啊，你们要相亲相爱哦，哈。挑战一下。哇，太大才不会伤害到彼此。不要动太大。对对对。你们两个动作不要太大。对，动作不要太大。动不能太大。好了。